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快回到频道。今天是模拟生命四黑寡妇系列的第75集。那我们再继续上一次的进度吧。那上次呢，我们的 Angel 和 Eden 还有老公 Caleb 搬到这个新家了，在这个直跳海岸线的新家。那现在时间呢，来到晚上了，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吃他们在这新家当中的第一份晚餐。虽然说大家都吃不饱。大概只有 Eden 能吃饱吧，因为我们的 Angel 啊和 Caleb 吃这种凡人的食物是吃不饱的，吃了完全没有饱足感啊。可是还是应景吃一下咯，因为感觉来到新家就要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才有那种 feel 嘛，才有那种搬到新家的感觉啊。好吧，我看一下咯，大家是否都累呢？我们的 Eden 有一点疲惫了，可是还好。好，那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冰冰箱吧，因为感觉大家都该休息了。然后我们 Angel 呢肚子饿了，好蛮心着，你想马上吃新鲜的美食，这个自卑习惯控的。好，看一下哦，我们的东西的冰冰箱吧，这个冰冰箱提拉米苏，然后这个香料鲑鱼，还有什么呢？凯撒沙拉，真超丰盛的。然后这个卖掉了空盘，然后这个等一下卖掉，还有这个，我们完全不要浪费。虽然说明主赚钱超快的，可是还是比较浪费嘛。好，我看一下哦，让这个垃圾桶变成绿色的。有了吗？有了吗？快点，快变成绿色，好有。好，这空菜也卖掉哦。那我们等我们的 Angel 把这顿饭吃完之后呢，等一下马上去洗洗。好吧，那 Caleb 怎么样呢？哇， Caleb 肚子超级饿的。好，马来西亚 Caleb， 你就喝这个洗澡包吧，这个多喝一点，喝了两三包之类的，人其实蛮便宜的嘛。这个继续喝吧，快点喝。好，看一下 Eden， 不要洗，放下那个盘子。Eden 真的超爱洗碗的，好，放下那个盘子。然后呢，这盘子没卖掉哦，这个盘子没卖掉。好吧，那我们 Eden 呢，等待 Angel 吃完之后呢，再帮 Angel 准备宵夜咯。宵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位这里有没有宵夜在这里？好，没有。那我看一下，我们 Eden 呢，先来这边。因为上次你们说，其实人类也是可以学习吸血鬼的宝典嘛。那如果说我们让我们 Eden 来学习吸血鬼的相关知识的话，是否就能做出一些血浆烙印呢？这样我们 Eden 就可以用血浆果做一些特殊的血浆烙印，做给我们 Angel 和 Cap 吃嘛？这感觉比较能满足他们的饱足感呢。虽然说人类的美食看起来每个都超好吃的，可是呢，我们 Angel 都吃不饱哎，这样也不是办法吧？所以我看一下哦，让我们 Eden 来这边去上网搜寻一下吸血鬼的相关知识，看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好 ，Eden 先吃吧，然后等我们 Angel 吃饱。哇 ，Angel 吃饱了。那我看一下 ，Caleb 吃饱了吗？怎么样，还不饱？好，快点多喝几包。快点，快点，继续喝，喝个10包之类的。怎么样，好喝吗？还新鲜吗？什么口味的？葡萄口味。感觉喝的蛮好喝的、啊。怎么样，来第二杯吗？不是吧，你卡住了？哦，没有，吓我一跳。好，可以喝第二杯吧，喝个3杯，可能喝个3杯才饱。哇，真的，我们 Eden 开始学习到吸血鬼的知识了。那好像学习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就能做血浆料理了，真超开心的。在这里吗？在哪里？在这里，吸血鬼知识，目前 Eden 有等级1咯。哇，好像等级2还是多少，就可以上网买吸血鬼宝典了，就可以学更多相关知识。天啊！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我们 Eden 的10点球方向有诡异的东西啊！哇，吓死人了！吓我一跳！哇，在这个炎热的月份，然后呢，有没有晚上10分？我刚才看10点球方向这一位，结果没想到一后退，发现这边有一位啊！真吓到我，真是完全吓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吓到呢？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有汉会坐在这地方啊，在干嘛？看电视哦？要不要等一下去先点 Victor 之类的吧？真是吓到我了，因为刚刚我的注意力啊完全在 Jayla 身上，
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地方还有个有汉啊，吓死人了，真吓死人了。好，马来西亚，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到的。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英国的老公们果然也跟着搬家来了，有没有？这样有汉有出现，代表其他位也要陆续出现了吗？天哪，还真的是有点可怕呀。好，马来西亚，虽然被吓到了，但是我们日子还是要过的，黑寡妇挑战是要进行的。Aiden 的吸血鬼知识还是要去学习的，所以不要偷懒。好吧，我看一下咯，我们的 Caleb 喝饱了吗？怎么样，你到底喝饱了没？差不多了，那我们的 Caleb 呢，去这边洗澡睡觉吧。啊，真的吓到了。好，Caleb 来这边使用一下我们 Intern 的厕所，来这边冲个澡，然后睡觉咯，陪我们 Intern 一起睡。Intern 的床感觉好浪漫呢，有这个薄纱还有美景。感觉超浪漫的，这边还有蜡烛。其实这地方的灯可以调暗一点呢，这灯我稍微调一下哦。啊，不行，你这个灯是算是装饰品，这个灯可以调吧？好，那我调一下哦。这个房间灯呢，调弱一点，感觉比较好气氛。调这样子，然后颜色也换一下好了。颜色我看一下，用什么颜色比较浪漫呢？这个怎么样？带点红色调。感觉不错吧？好，这样子吧。然后这个呢，这可以调吧？那这墙壁灯我们也调一下哦。这个我调弱一点，然后调红色的，这样还是要黄色啊？调个黄色好了。然后调弱一点哦，紫色呢？紫色其实也不错啊，虽然说我调比较暗，就比如说很明显，对啊，没有说特别明显，这紫色灯光。好，调看一下哦。好，那我调好了。我把这墙壁上的灯光呢，用成黄色，然后比较微弱的。然后在我们英佐旁边这两盏灯呢，一边调成这个红色的，一边是紫色的。有没有感觉这个房间变得更加的神秘感呢？好吧 ，Caleb 来认睡吧。这床的第一人睡就是你哎，这么好，偷看 Caleb 洗澡。我没有，还是不要看好了。好，我看一下我们英佐怎么样呢 ？Caleb， 你可以中场休息了。哦，不是 Caleb，Aiden。看到他们真的其实还蛮吓人的，尤其刚刚那个也不注意，真的是被吓到了啊！天哪，这里又有了，这里 Victor 你要干嘛？天哪，好吧，那我顺便趁这机会呢，分配一下家里的门锁。在我们英佐的房间呢，主卧室这地方呢，这个目前呢，我们暂时只有 Caleb 和 Angel 可以进去。好，选项。好，那我来选一下哦。这地方呢是先锁全部人，然后呢让 Caleb 进去，然后让 Angel 进去。好，这样子。然后楼下呢，楼下这间独特密室呢，这间只能我们 Angel 进去。这个是我们 Angel 的密室，所以呢，我看一下哦。所以这间呢，我们选择了让全部人不能进去，只有 Angel 可以进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吧，在我们 Aiden 的房间呢，只能 Angel 跟 Aiden 进去这里。所以是让我们 Intel 可以进去，然后让 Aiden 可以进去咯。然后地下室呢？地下室密室，真有点可怕啊！不是我要讲，哇，好暗哦，超暗的。好，这地方呢，就是我们 Aiden 跟 Intel 可以进去咯。好，这样子，应该有了吧？应该没问题了吧？应该是。好，那我们偷看一下哦，偷看一下地下室变什么样子了。在这个阴暗的晚上，大家准备好了吗？天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奇怪的东西吗？好，看一下，还好哎，其实没有说非常阴森，是吧？感觉我们家里的客厅还比较阴森一点。好吧，就这样咯，那我们回到人间吧，赶快逃离地狱，回到人间。哇，这地方果然还是比较和蔼可亲一点。好，那我看一下，我们的 Caleb 底下应该睡觉了。小明酒呢，感觉是时候喝东西了。好 ，Aiden， 不要再看电脑了，过来吧，过来到厨房这里，走过来这地方，快点快点。然后呢，我们的 Angel 来这边吸血一下，直接吸血不啰嗦，对 Aiden 来个真诚的赞美，然后呢，再来个吸血喽，来个深度吸血。真可怕耶，别看在这里，还想什么？想害骨灰坛吗？
我的天哪！好 ，Angel 赶快吸血喽！然后等一下 ，Angel 吸完血之后呢，吃饱喝足之后呢，等一下要准备睡觉喽。怎么样，真神赞美？赞美我们 Aiden 菜做的超级好吃，虽然说无法带给我们 Angel 饱足感，可是可以给我们 Angel 带来一些心灵上的满足感吧。哇，我们 Angel 开始对我们 Aiden 催眠了，战斗出黑暗模式，然后呢，咬下去。哇，感觉 Angel 这次吸的好大力哦，是我们 Angel 肚子很饿吗？我知道了。然后我们的 Aiden 呢？Aiden 没有什么反应。Aiden 完全就是乐在其中啊，享受被我们 Angel 吸血的快感。好吧，怎么样？有汉还在吗 ？Jella 还在吗 ？Jella 还在，还把我们的洗手台弄坏了。哇，做什么？跑哪里了？在哪里？我们跳声音。天哪！好，我们 Angel 吸饱了。他说：“哇，这个血浆喝起来好甜啊，这是超级好喝的。”然后按照惯例，我们 Angel 要昏倒了吗？失血过多昏倒，又被 Angel 榨干了。好吧，你睡一下吧。那我们 Angel 呢？睡前，哇 ，Angel 还不太饱吧？那我们给我们 Angel 买个血浆包好了，来这边买个血浆包哦。你感觉我们 Angel 还不太饱？那我们 Angel 呢？下来这边买个20包。买多一些，这样不用一直买。要不然买这洗浆包其实还不是那么方便呢，一定要在有电脑的地方才能购买。好，我们先买个20包哦。然后明哲你在这边边看电视，边吸血，看什么？看恐怖电影好了。你们什么恐怖电影呢？我看一下哦，看什么比较特别恐怖的？看这个怎么样？怎么恐怖？跟 Jella 去看电影。Jella， 你还好吗？哇，超恐怖！这是什么？会移动的南瓜？这又是什么？会移动的骷髅头？超可怕的！一群诡异的，好像傀儡之类的，跳舞，好没有？我们还是不要随便破坏小朋友的幻想好了。来吧 ，Angel， 喝点洗浆包。Jella， 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吗？人不是我们一起杀的，你找错人了。还看我们呢？该看镜头哎！天哪！就有点可怕啊！好 ，Angel 赶紧喝吧，再喝一包。感觉 Angel 还不太饱，肯定要再喝个2包才饱。对啊，还不太饱哎。好，没关系，我们 Angel 再喝一包。然后这个喝完之后呢，底下可以睡觉喽。那我们 Aiden 也坐过来看电视吧，过来这边陪伴 Angel。等 Aiden 睡醒之后啦，来这边坐着，然后看电视喽，跟我们一起看这诡异的天线宝宝，还有什么南瓜宝宝之类的。过来这边吧，然后跟我们 Angel 聊天咯，跟他明亮一天。Aiden 真超乖的，被吸完血，好快便陪 Angel 来这边看电视。好 ，Angel 吃饱了吗？我看一下哦，还不太饱啊。好，蛮心 ，Angel 再喝一杯，在这边喝一下哦。然后我们开了，你想做什么？你们要睡觉了，快点睡。怎么样？该不睡饱了吧？真的，好，马来西亚即使睡饱了，再睡一下吧。哇，这怎么在浮动？这边是谁？该不是 Vincent 吧？不是 Vincent， 在想什么 ？Victor， 该不是 Victor 吧？天哪！啊，真的 ，Victor， 真的是家里到处是鬼怪啊，妖魔鬼怪。做什么？该不要把你生前最爱的俄罗斯方块之类吧？还是美女交友频道？Victor 生前呢，超爱偷偷聊天的，不知道跟哪位小四小五聊天，然后发什么的看他之后呢，马上关闭了，马上关闭视窗，开始玩俄罗斯方块当做掩护，超奸诈的。好，帮我看一下喽。我们的 Angel 跟 Aiden 怎么样呢？ Angel 是否吃饱呢？如果我们 Angel 吃饱了，可以睡觉喽。哇，还不饱啊！好 ，Angel 再喝一包。我感觉 Angel 还就再喝一包哎，刚刚多喝那一包感觉没有什么用。我们 Angel 的缺点啊是比较不容易喝饱，这可能是要喝超级多的。好，没关系 ，Angel 再喝一包，完整喝饱就在睡觉喽。这包喝完应该差不多吧，其实看着了。好，那等到我们 Angel 呢，等一下
看完电视喝饱之后呢，差不多该睡觉咯。然后等到明早明天起床之后呢，就开始运动，让我们英人能照努力学习基本相关知识，很作息这样绕了一个明酒吃。然后接下来呢，就准备办家庭派对了。虽然说其实目前呢是还蛮舍不得杀死 Caleb 的，可是家庭派对还是得先办嘛，所以等到我办完家庭派对再讨论吧，再决定咯。好，我觉得 Angel 差不多可以睡了，早上五点了。来 Angel 来睡觉吧，来这边跟 Caleb 睡觉咯，来这边睡。然后我们 Aiden 呢也差不多该睡咯， Aiden 回到自己房间里，过来这里，然后呢上个厕所冲个澡，然后睡觉吧。其实我们 Aiden 的房间超豪华的，有这个很大的床，然后个人的厕所，然后一样有丰富的景色。这里有没有 Aiden 的房间其实也超棒的啊，还有自己的小阳台。好， Aiden 赶来上厕所洗澡吧。等到我们 Aiden 洗完澡之后就睡觉咯，赶紧睡觉养足精神，等下醒来之后呢来学习吸血鬼宝典。Aiden 洗澡的时候超爱唱歌的，几乎每次洗澡在唱歌，虽然说他歌喉其实蛮好听的啦。然后早上五点了，鬼魂们应该都回去了，他真的是被那些鬼魂吓到了，但是好处是呢，就至少这鬼魂们都有跟过来哦，所以太好了。好吧，大家睡吧。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如果喜欢请帮我一个赞、分享、留言，还有别忘记订阅这些最新消息哦。感谢收看，拜拜。